就是除农历有师傅呢，就要准备先请神，请了神呢，他就要去那里做一些法事，然后现在还在准备中。很吵啊，现场混乱 ，Oh my god！很好你搞咩啊？敷衍你又不可以哦，我敷衍了不对路了。整支影片呢，你们已经看到来这边了。那么我相信你们大家呢，都已经懂今天是做什么的，就是做这个普渡法会，就是农历七月初二就开始做这个普渡的法会的东西。然后刚刚你们从这边看到去那边，然后那些呢都善信们的，可能是他们的过世的亲人啊，这样子哦。所以他们就做这个普渡法会了，然后来临的初三、初四、初五呢，都是会一样有这个拜祭大师爷的这个普渡法会的。
幸的就来到今天了。然后今天我在哪里呢？就是在Johor，然后Johor这边呢，肯定也是拍影片啦。那么我们先讲回主题先。那么主题呢，就是这一次的这一个普渡法会哦。其实坦白讲，有O'Neill师傅在嘛。O'Neill师傅呢，就是会做佛给鬼魂啊、冤亲债主啊，然后一些他们的祖先啊，还是一些刚刚过世的先人啊，帮他们超度。啊，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？其实你们上谷歌也可以找了啦。But then for 我的立场呢，我就是觉得有些朋友在家里供奉，如果没有供奉到很好的话，也可以去普渡法会那边啊，给师父做一些超度的经文念经嘛，你都有一直看他在念经啦。那或者是他在家里没有办法供奉，或者是说有些来自远方的朋友，或者是去国外工作的朋友也没有办法供奉的话，也可以参与普渡的。其实这个东西是很 open 了的啦，也不是说 100% 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可是如果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OK 可以参与。所以我呼吁大家，你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参与的。所以你有看到O'Neill师傅，其实他做的每一个 step 每一个东西，他都是在真真实实的帮助我们讲孤魂野鬼啦。有一些孤魂野鬼在外头在外面的，因为去月了嘛，放出来了嘛，大家都是这样讲啊，他就帮忙超度，叫他们拿东西拿多一点。到这边了啦，那么下一集影片呢，你们记得要收看，因为下一集影片呢会更加精彩。OK， 拜拜。Set so